丁飞燕捏了张明信片嘛，加地发挥大作文章，说李凤春是新四军嘛，关键改了。CS 说到岂有市场硬是弄得落落落，老板龙生接到商家天嘛，谁也哭得不得地朗向。还是听客头先生顺不接嘛唔冇用。老板是干，那咖啡邻居几个店家老板去寻个十来个，大家开一只大张来个李个店吧。爷爷啊，代购十三当来阿叔是个认得个，得了手最输了一张门当之力，搿么蛮好。那去聚聚十三当十先生，李多给他正拿下与对面的顺不来他比较熟悉。聚聚李多出面一得百一百嘛，昨日还有点希望啊。那么些妖精出事让门，哈哒哒哒，一个批队勾结的平房，事体一讲嘛。谢逢接的帖子起来，哎呀，我这张明信片搁了开篇书里向的，哪会得得知丁飞也水里呀？是西藏的米里向七子云口中三丈两，哎呦，丁飞呀，帮忙个，没好，谢那个出了关进街了，别了嘛啦，一顿生活靠得你白太不动，门子十不动是上不了台，呱呱个当个外周受罪，表面上做工实做。这不啊，是这样的，丁飞一年四千一只开篇的五十年，我随罗本开篇是隔不了离开，我但是要接得李湘玉张明星篇呀，这样你别急别急，我去请丁飞一哈帮帮忙说说，哎呦，你别急，这不公司说，但啊的一个秋子对我来嘛，大概他不能能能能能能能上来。谢峰介绍这样，科技噻，新上的要进门，先生。风吹哪子叫别叫娘啊，来来来，娘我哈特可以说了再说，哎呀，我老母你们立了势力真正接杀你先生，嗯，风吹带进哪子了，多多丁丁哈特也可以说臭他也可以气，哎，先生没告呢，爹王，哎，我去帮你盯事，嗯，你带我挂，哎呀，说先生奶奶的他爱着我，哪他爱着家？搿桩事体说本人已经晓得着。哎呀，怕是你拿李凤春还不了你，说本人没理他人，哪办呢？搿么哪弄法呢？那喊弄法，办法得有一个。啥个办法？是俺问，李凤春出来没？来三凤过去。听得该当的事体清爽着我。明明你身上斗鸡冯春啊，不得了！只要丁飞一个杂碎，你还想顾他冯春？丁飞一呢？我冯春做得起作为人质，也是我十三翁的人。你都两高头一打一打，谁不是害你？先生，三翁，我不去个。你说得出个？你要去，我话不说的呀，所以把我撇开外头，我说丁帅，到底还有办法呢？咁么两百呢？你外头我几句闲话，搿桩事体叫真真嘎嘎嘎嘎真真巨金汉呢，不必多问。啊，谁是搿两句闲话呢？咁先生，哎，还有别条路还追追呢？又是一个。哦。正朗向有两个对面人吧，他经常来听听书，我这里都还比较熟悉。这样子我要么先生妈妈乐米子我出米，舅舅你多还有说帮帮忙子我。干嘛先生，你在这里去？那不能说得出个，说得风水插棚个，那个为我叫亚不信兵啊，扣扣耍个神光子，各种鱼头村个人，那这休息着去侦察里多反而不灵光。哈哈，就休息一下，闷着再起。哎呀，三凤山可是今朝凤春又要替人家难过子。来想，到警察局去，一顿生活米糊脱个，不要费心事哩。我最怕看得哇哇喳喳，吓得你从今以后不能够上台说事呢。对三先生忙忙，你谁你身中个？个人光啊，个三爷就是这样。是谢凤阿娇，我要为什么追赶上你妈个？可是天吃的人俺都弄不落子，但是我去嘛，谁是放心不落娘去？谢王是这样吧？你都才是眼睛人办不开，你都信得过我来做去，赶上你都没那可能哈。我有谢医生可是定孩子，小小的啊，是俺的谢王。
都听来着够对白人入门只要为主受罪而得吕郎先生高头一牙体不困着谢翁谢意哭哭顶顶顶顶哭哭在西藏之武功实作得了比郎先白子还是爱生太气向我的使命来得这体为分量我的属卡落落落落已经来让来着妹妹姐妹妹姐让上年来当中一个属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搿张纸簿热得不得了，样样侪懂侪晓得，十贴纸。所以呢，你欣赏介绍，大家不害理着，大家叫你说侪晓得，没有名气。我讲这喉咙么再再响，闲话也是个多。哎呦，阿根啊！哎呦，你还玩？哎，你得来得这个哇？你也在玩？来得这么，你啥事体也等到来吵吵呀？我陪的陪的。哎，我等来说呢。说讲。说你身上车上都是天亮晓得呢。哦哟，你说三岁灵通啥子？你讲呢？谁晓得个子？啥个是几家？哎，还是在故事上写的是，哎，这个李凤臣，哎，耍个新四军的副新四军，就是几个字呀？啊子？哟，三岁的还蛮灵通的呢。是我，是我了，等我门前来了，哥哥。小天，我们再要看看你呢。看啥家？这个三十四，嗯，那还会得做得起，也是啥人个发个？不懂。不懂，不懂。问我，你说你别问你讲。哎呦，我们村民个谁晓得？哎呦，我晓得，对，谁晓得谁晓得？哎，根本问你呢，这个三十四，哪会得做进去个嘞？兄弟啊，啊啊，哎，得世上是女色是色色服啊？啊？我跟小仙翁干法干？兄弟呢？像我对说故事那样，房子来得低。刘备问困，你都我的哇啦哇啦嘛，谢文听得清清爽爽，什么的。冯春做进去是我个发噶。阿东，哦，晓得的哇。我是去干发噶。哎，根本我不动着哇。嗯。个女色是到底少郎想有个别去干发的呢？为啥的？你个女色是要去干发个谢色是？不动呀。阿香晓得。香个呀。问我。啊，对个对。哎，过来过来过来，哪位的？我们那一送头一说起，哎，单讲个三十四，三十四，口中只该得个女十四，口中女十四，该得个女十四，一比单讲个三十四，福临穷别家，不肯嫁不了单讲个三十四，有花头没腿个，哎哎，哎，那啥，那没本事也没不懂，年龄也没跟子的东撇西撇撇吃苦个，对吧？不肯，我不肯。那么上次单方面三十四个是真心者，你不肯嫁拨我，我要立本事，我要出人头地。等到本事立好，现在家头立稳。嗯，你说家头富贵难归他四口争来呢？哎，家头富贵难归他十三当爹当呢？这个话有道理。等到家头立稳，该打个女十四一口，哦，嗯，三十四现在本事啥子？家头立稳着。嗯，搿么我遇得跟老的子还是跟三合子，我得走来着。所以为心周一嘛，也想搞不个三十四。那三十四阿爷呢？三十四一想啥么子啊？我搿些辰光发灵来发财哦，我现在还是那样跟我不着。是，那种女人只能够同富贵，不能够共危难。他只能经过五百合，你要嫁给我个，所以那个三十四非也。我得苦力不吃哇。吃个。没有吃起个。那么该得个女十四光合这样。我嫁不了啥位呢？废话！一怒之下，伢子张明星片搞不了丁飞爷，那么属于丁飞爷大闹锁骨，挂不得哦！哎，像那个咩锁骨地里向锁子也开光的啦，那不是假？结棍个哦！哎哎，根本我也不动着玩。那哈，这个女色是嘛？嗯，这张明星片落得来个呢？女色是，这张明星片谁也说是哪位落得？你说老乡的？落得来个呢？不晓得，不晓得哟。问我，哎，你看，你们，谁晓得？谁晓得？哎，干嘛来听？哎，你过来，过来，我看几个。哎，搿日天下半日个三十四岁郎向伢子张明星片，大概出去几身个，当当当当，刚刚上前嘛，前脚拨了个女十四看见，屋里直接逮捕，偷到里向，女结棍结女结棍结女子半日天没得是个张明星片，落得是女十四岁嘛。我身上弄到里水里个。哎，哎，搿么我倒也发动着哇。嗯，搿明星片侬晓得啥物事呢？新四军的欧啊！哦，新四军的欧啊！哎哎，根本我不懂着哇！哪了？这新四军的欧啊么？哎，毙命了！哎，这毙命个么子么？哎，
你记得心里想个样，大哥看不出呀？需要了明星片了嘛？不比那个大哥谁晓得走啊？跟你想不同志玩？你晓得？不同志玩？你在搞什么？吃油吃花逼着玩？跟欧阿们那需要了个明星片了个你？哎啊对啊，这个欧阿们还会得需要了明星片了？哎，这个是比那个么子哪晓得？不懂，不懂呀？你是搞这自家不懂呀？啥贴纸？一动脑筋，发出南北里想出来，不懂么问我？没来啊？啊，这个为啥的？你偶尔要写了明信片了？为啥呢？对着，出来自个刚刚想出来。那我得来讲，现在日本人说的几乎你来，那个但是我孙志军电话党非来让开出啥个游击队征，有啥偶尔？所以每封信你都这样封开的，你都是要挑开来，记住有啥偶尔？哦，那么来说信个封信不封开，你都得松一点。他是写了明信片了，写得没啥事体，根本说才不说，扣才不扣，实个了写了明信片了。哦，在哪里哦？阿、啊、东。哦，哎。也不懂着哇。那为啥不懂了？这个新四军的欧安们。哎。跟女色士，哪会得晓得个呢？新四军的欧安女色士，哪会得晓得？哎，哪会晓得个呢？不懂。不懂呀。问我。问你。因我马玉明。谁晓得？你还晓得？哎。跟女色士哪会晓得？女色士哪会得晓得新四军的欧安？这个要紧的呀。这个新色士。哎。但女色士两个人约好的辰光，骨头一亲，告不离天干。哦，自家讲了出来的。自家不还有那么差胡子呀？也还得个嘞。哎，那我倒也不懂这玩。哪了？个新四军的欧安们，哎，到底想个啥么子呢？新四军的欧安，你不晓得？个定定要进玩，想个啥么子？告不离天。哎，讲了，讲了，讲了。新四军的乌啊，啥么子？我谁晓得？谁不晓得？也是我的乌啊，我哪晓得呢？把那个出来新四军乌啊，我比新四军着玩。哎呦，不杀他个么子啊？天！还在，我要用不着管。我天，起来面色啊，比这就都是硬抢的。那是多少嘞？现在是要用，那是比法子个呢？不是比难玩，给我们锁骨店里个姐姐进来了。嗯，那么出名的，大家才晓得叫陈志辉。会在路里是路。喂喂喂！啊，别趁机啊！说趁机。啥叫陈志辉呢？啊、好的来讲，搿张明信片，搿个十三封去改发，那个是千真万确。哦，搿个倒是真改。是你去改发？哦哟，搿个女色士了，嗯，不是啥个事？哎，面孔蛮别致，搿个身子没能擦黑完。叫白气上面黑气共生。去后，知人知面不可知心。是哇，结棍高。搿个女色士能够想啥？啊，从色士阳台屋里向有一句唱片。哪套句唱片讲？就。唱不来听啊、哦！你唱来唱来，叫青竹山后开，晚风飞上枕。那玩意唱，但唱得蛮好听。我当然了，我们唱个不灵的。这两句我拍看。这个一定要说呀！哎，大步一开鹅了嘛，来是过个样。看看女人结棍高。不是个么子？不是东西。真正不是个么子？去后啊！去后啊！十三王听得了，面孔涨得汹汹。什么的？我现在浑身上下去搞不清啥子玩意，谁是我赤马红尘？所以面孔长得凶凶，我们对准这个翟先生，先生，你听呢？现在搿种事，谁不在我身上来着喂？心里得意呀！哎呦，我这个朋友是我亲哥，那越是在看广播，喜得的也是文没带我，越是有理。怎么讲呢？哈，哎，三毛，叫黑人嘛，只说黑话，大力放屁，风吹狗拉的。啊，别急别急，眼睛闭闭，休息休息。真那个当兵，只听见老友，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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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锣声啷敲过来，一个老老头，头浪向打灯了，武松妈妈身浪向举个米啊米裤，腰里向一根车绳，脚浪向一双芦花个布袜，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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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一米开路子，玻璃向王当王当啷喊，喂，大哥听他。西湾的头里面面上老乡枪毙新四军啊，大家在要几口，一个人搞起一个，要当个恶文水起来来转转，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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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定三个万人，两个差一个，二十名警察随副武装后枪上来，呱呱呱，警察阿顺个是丁飞也不得了神气威。一身日本人的当兵，头浪向花皮狗军帽，身浪军装火胜母口，
上通宵没上粮，自然到得过米到插抽自己搞呱呱呱呱呱。搿点闲人把声听见了，无声哗啦啦啦啦啦。翁上来么？茶馆店里的茶客要进来，起身来放脱茶壶，翁到店门口么，站了浪口个，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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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里浪向三个人，听见砰砰锣声，听见个枪里新四军么关心进来呀？可心别别别别，贴是贴的嘞。谢姨要进奔过来，奴窗嘎嘟推推开，对虎头一口么？这口气老有一只的哟。阿子三个犯人，娘舅好了李香娃，娘舅哈哒哒哒哒哒哒，奔出市场，谢凤晓得不对账，到窗口对虎头一忙门，这口气个丁犯人是狼是虎，不让阿神玩。凤春中央一夜天不看见，个人怎么得不这样子问？你看人家，老人追不动，两个人擦下了，而且头颈里像一根针的，上头清清爽爽，触目惊心几个字，视觉人非风尘。谢凤还看见这个情景看，只顾着耳朵里像嗡。眼睛们的没人吃喝，各个人天在地主，啥日间天在本地清香啊，十月白长最后几副章成阳，奉承他去死亡，美女人王遭枪杀，江湖女心如寻马，我定也赴岩上去走一走。他想带个狼相的吊出身的要走，是啊，西藏妖精努力再也不算了。对，说你完全我要去追风尘，本来想得出不能够枪毙新四军，怪怪你啥体啊？怪我啥体啊？你不奉承自己两高头，我来这死子。你不理奉承，如果于今朝个事情，因为我打奉承喊，你身上都不吉利；因为我打奉承喊，你也不得理；因为我打奉承喊，所以丁飞也要害你，弄出各种那个事体来。你现在我去自己这里才不可以干。是不是谢凤啊？从来分过对上西藏火龙香个，今朝发自这个这样，西藏你吓得你啊？说啊！这张明信片是我手下捋出去的，凤春口头吃了我身了，我今朝不要去自个。你一个大姑娘搞阴上基地，你今后还要做人个嘞？像我也做人个呀，你都不把我做呀？但现在我浑身三毛子刚好不清爽子，把人家谁说我出卖李凤春？这个先生是个手到凤春耳朵里向，你细子口眼才不比个。你身上学习个，我当年来过两大步，根本没喝。今朝我哪怕死，就生死负责到你身上发达个。现在个老乡们，上高之狼一根三百个雨具挪过来，对狼是非常狠。今朝我手要把对一巴掌，我要去见凤春，我要让凤春哭一哭。我对你一片真心，凤春啊，我是你的亲人，我要让大家看看，我是凤春自家人，谁都不会出马力，不会去害凤春的，是愚人爱不得你，愚人要害你的性命。想带个狼相，理财不理财，先生，不做事来，忙着我的夫人，呀，那么讲，害啊害不来了，偷啊偷不住，哎呦。那边当当当当修得去，
革命枪毙三月十四该得到他的有人如家，那么就是又进各家屁股发了能能能能能能再上去，那么再上去两旁边有低岗，有两个保全队先生不能够去口王当王当郎的武刚子王先生，哎呦老先生，有的可能是一猪头八头八只面孔，但没必要去的呢。哎呦那说的啦，什么说的了叫什么搿点也不晓得个，你想不出啊？平房的女色是哇，闪三蹦闪三跳。我搿个女色是，哎，面孔就别致啊。搿么搿面枪毙犯人，一立上去把头把扎当当当修得起呢？笨得嘞！啥的？搿面枪毙个三色是李凤春，哎，这里个青年怎样来去祭玩？这里青年，哎，我把头把扎青年们怎样去祭咯？不是肉咯？搿么耍个关系家？都闷得快，兄妹，兄妹关系，妹子之间，这样个不？还是我是的，那还是我是的。革命胜利该得胜实，那兄妹不同姓的呢？我也得给，一个胜利一个胜实是吧？一个弄不懂。不是兄妹，不是兄妹，哎，啥关系呢？夫妻，夫妻，哎，高级不？啊，不对哇。两个当过养父，两个当过财富，动过啊！说浪费对了。两个叔叔的养。两个叔叔啊！两个叔叔他是做夫妻，所以要聘夫妻当一代叔叔。过里过那夫妻做得当个呢？我一定那是夫妻当。两个养父不动个嘞。搿么现在去过里？哎，有一点清爽感。是啊。这三娘把都有办法去挤嘛？搿个三叔叔总归是你个亲人，不如不为个要。这个辈子的亲人。哎。喏。哪啦？我得挂他嘴巴。挂到啥物事？听说这个李凤春是新四军啊，哎，据说是这个女色素是小凤哥发给。哎，你还有哪子个呢？哪啦？不人家刚说你是后天啊？哎，东东来金香香呀？听你说讲。啊，女色素去干发给。哎，哦，干发之前再去这里啊？我听得来你。别这么认真啊！是的，这个兵刚年纪轻那个。我一带个私立干部们哪会去自己店里呢？我是女色嘛个。哎，可个里向都有花头。啊，为啥你妒忌？有人害你多啊！那害你多！哎，可是我害人进不进去呢？看不落，不是么子呀？哎呦呦，这个玩意得去个哇！不得还是中山。哎呀，你看啊，这样你们必有白人来当个。嘿，这个玩意做个不合水上的。去当哇！搿点害我一生一生受到首先生的耳朵里向，我蹭蹭三个人可怜个耳光哟，对神道看都不看看，哈哒哒哒。一个皮头的土地庙哟，一口庙上浪向位置许许多多个人嘞，没个张面孔个高起，边浪向有个土墩墩，搭上头身体立定一口，举个令我忙得清清爽爽，三个木桩桩举好三个万人，边浪一个李凤春，而说明警察是副副长丁飞也立好了边浪向，老虎相爷，心里转念对丁飞呀，丁飞呀，我不托你，这不过努力弄进改了不等三五不离七七么过外送罪么？一等我还独当头这么三意看么么？独心我还才懂你人知呀，你弄得报复人家枪毙个，所以弄得个啥西山还叫误了不出。迎然迎神都凄凉，手里不的少心张，风尘我恨你来到是可以，我恨你下肢的金刚，我恨你恨我离不光，我一心恩呀顾你为受罪去，
中一路刮大脚才奔花香开步手来信封我无浪那一把一把是你行高丁飞爷叫你发挥走分章啊是你是你帮人人上但如今弄巧神这内位位害你风尘却不是我小心张你死后又问需要来救助我我早为公你一路想去人那为后主唱的丁飞爷去人那十分恩贵子我谁让一早你既不能挂个月心其心十分人心丁飞爷高所以让给他心人不定就多多住是一住谢峰自家发现的那本得给他十三口的这口气为之复复生生谢姨做你把个政策拿来了这不理进去谢峰够累的让谢姨睡了想吃一步得这个警察放你进去、一个副把去也来自一个喂喂喂干什么进去干什么有什么好玩的你要进去哎，里边在枪毙犯人你们进去干什么啊你去祭李文成祭您给大家有规矩的好既然可以你们同他什么关系啊啊张三李四阿马阿哥多好进去的啊你说说不错错错错错错错妹妹姐那到底什么关系说呀你是那个说呀什么关系谁逼我你是那个说亲人亲人哎亲人都可以放你进去的别让下个丁飞爷听起声音一哭手笑风听你王郎要上亲人你控制声啊自傲的嘎啦啦自国郎相可跟你相遇呸透得几郎相哼邓先又哪个好哭不能硬是哭谢风老子谢一道理那老冯春门的不娶过来谢一这口气两句娶了个几郎相眼睛闭拢了对神的凄凉在冰冰一个水又让娘舅米库浪响一封呢娘舅冯春呢一夜天下来这个人已经真比来人天蒙蒙亮王浪一上刚也通出几千里一下么人昏昏沉沉以在这个人这国家美丽怂是怂得不得了根本不晓得浪啥地方你都被浪鱼声音好像非常的犹豫嗡嗡嗡好像夜空浪鱼冰冰硬的门子豁上来那是云影啊要像眼睛张开来实在不力气所以神句对神的嘛一动不动一下不行娘句你对对这个眼睛张开来哭哭哭娘我是谢意啊娘句啊娘舅才是我发汗我不应该打死开来才是我带给的来孩子那个娘舅呀是个我不来你不会见我擦 KP 不擦 KP 顶飞也不会 DKP 不会弄这个中世纪来娘舅我是个来送你个中个呀娘舅呀你是这天我拿龙翻你娘舅谢姨哎呀，我要牛死之志哎！你个娘的，两高的难带呢，用一用力的，眼睛啪张开一口，谢姨，娘舅，
颜色一面好像边浪向还有个人不问控制，我讲这个一个娘边浪向还是你母吧。娘君啊，你哪里啊认不出的呢？不是妈，是谢凤阿姐啊。听见一声谢凤，好像脑子一根银针，当月道里向刺针戏嘛，登入自己身上强刺针，一阵啪，接着在边浪向一口。遇了自家眼睛门前的的确确小凤，哎呀，你是个大姑娘了，你哪还白头白发？你哪还可以到街道这样样子来指点我？小凤，你哪样样子好是讲？你打开他来，不是我们孩子来吗？小凤，小凤是哭的嘞，眼睛里像血水一样滴出来着。你才主教呢，特别是听见这句话，心里像哪方难过哪方心酸。冯春的人就好喊，大概的人光了老为我们看你少见少内涵我们冯春啊，是我们孩子内子呀，想不得为这龙车金在这样的事情，你要晓得我所有个爸妈在了内身了，我爸妈内喊爸妈内能够哄出来，爸妈内能够省家里你不帮我当年登了一台，将来我终身愉快。哪晓得？因为我对你好，哎，你今朝要抢鼻子，好大风声声了。风声，谢风，口鸣声。
生，他只怕得罪他的爷的事，掐碎他的嘴巴本，因此啊把你打作牛中刺眼中钉，有家记得生一生，我一封情恩，非儿还连你离风尘。你是为君生计，来打是黑的。两夫妻啊，必是人牺牲他，用尽心机，压住你为受身，我一封情恩，非儿还连你离风尘。何计最给丁飞燕，打破他心眼前的亡命轮回之泪生，他这句是怒声称，与牺牲还没气到心冷冷冷，是你是欲绝的，但你是心思倦，将你置于死地发成心，我一梦成。王后飞来，家为奴，你为我写封，命杀生封臣啊，封臣。来三凤对我好，对我的心，对我的爱，我侪记在心里向。但是我阿姐要对我讲，阿春啊，现在定定要紧是吃饭，定定要紧是学本事，搿个事体要边浪向放一放。所以我硬劲卡了自家嘞。但是你两个人大家心照不宣，记得有一次我让大米拿来大衣裳，涨红之面孔轻轻就追到我边上讲，阿春啊，你们还叫离我们用功点好，将来你两高头终归有出头的日子。这个闲话我听了耳朵里响，怒了心里，从今往后我不过是哭死你后，我拼命离拼命好，我要离下本事，我要出头，我要争气，我要对得起那小凤。罗丽达晓得，刚刚现在来得了的家头，红松天降，
我马上睡觉。枪毙！我搞许许多多心里害我，我会不能可以待那事。所以这些人关个李凤春，三个有个人牺牲进去努力个欧阳龙飞糟老子嘎啦啦啦啦，各州来这样痛，听他都想胜利受刑，重是一匹真心能够兄，你指望我尽发奋扣勇功一招，也是能去红口一花开平地两心用，哪知道世大昏昏难懂无事无神当的楼不通清客气阴阳走个故事东路口夜梦见是空夏风啊，我求你许呀，白切切许呀，乱融融，你好比三月大花一日红，何必为我把青春来歌颂，何必隐忍来送终，想你是第七家的姑娘，也把松哈打更替痛哭也容容我李梦辰，对不起你傻相逢，我求你从今不必将我追，何必再去口用功，因为十四年哈比路比策死生死灭是口用单身，谁打在你头中，我是放不下自己气早生于病，放不下下一程为梦动，谢翁啊从今往后你呀都在沟，我走了出世的幽魂。
用。师傅，今个是几岁？八脱那个。风尘。师傅。可辰光个师傅打生意，可得了死去活来。比老像两个警察口得分来呗？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夸什么夸？快走快走，为父罪拉起来打你一下。师傅对的话别的话，个人吃了么？三姑娘发子吃的个，各位叔叔伯伯都，你是十个。家家大山里眼眼看三人，你风里来雨里去，谁看是是牙膏我给个。风尘是个汉人，你是了一个门堂之里，你今年只有你在我对你顶顶脸颊。我理想为人阿娇身体发寒，一个人家谁看你个样？年纪轻轻努力还是疼，谁更干？各位叔叔伯伯都想想很多，俺能够出来讲句公道闲话。你让的海宁百姓看得了硬牙切齿、目睭擦掌，但是啥人敢出来呢？大家就眼瞪瞪、眼瞪瞪，叫管那味儿不管意。街上去外人在门口，天呀！你要是亲姑母家，你不爱整个天呀？天里。好谁呀、啊、你王当王当什么样子还发誓，对浪向的丁飞的迷空贴情后嘎啦啦啦出去了，带着个小队伍忙忙回病地上开始说警察队伍黑上预备请吧，都到水浪向嘎啦自带上当机嘎浪向一头放真儿有龙三声枪响，那么李文成生死呢哈，这故事非无片的神迹更紧张，剧情呢哈，请听我道。